燕回与妖龙勾结，沆瀣以气狼狈为奸，不可轻饶，理当诛杀。 书上写了什么都还不知道呢。喜今日家里出城，良缘永结，补他年。比翼连枝，白首永衔。玲珑天要立书为证，福愿娘子燕回，喜乐千秋。 你要去哪儿？好刺眼啊！给你的，我要继续找回我的身体。燕回，我要。
完回去收东西，陪你一起去。你要拖我一起？就这么定了，这个你拿回去，等我们回来一起画。所以你的内丹在我体内，和护心灵融为了一体，再加上幻命咒，那这样一来，你的内丹岂不是也拿不回去了？内丹修行千年还会有的。一千年呢？一千年不一定才能遇到。玄门各派这次都坐不住了，都已派弟子前往黑河集结。陈先生，我是长老，你不听我的命令，我留你何用？只有丈夫才能为妻子晚饭。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？在月色朦胧的铜锣村告知了亲人，在巍峨的青丘大殿小遍了天下。燕回，你知道吗？送出婚书的时候，你便是我的结发之妻了。散满星空，新年的梦。我盖章了，这事儿定了，一辈子的，走啦。世间的妖怪或多或少会保留化形前的癖好，他喜欢的害怕的都会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，若能知晓其真身，便可对症下药。知晓真身，对症下药。燕回，你可有再对我动过心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你敢碰到你试试，你敢亲他我撕烂的嘴，你敢碰他我剁人的手，你敢看他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。我是怕他打你。燕回，我有时候总想，二十年前我若遇见的是你会怎样。二十年前我还在娘胎里没有滚出来呢。玄门恶女燕回刺杀国主，走开呀。燕回，我想以燕回的名义入伙花苞，他亏了，算我。你凭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够不够？妾身名为隐惑，当年也是普通的小妖一枚。受黑河结界所影响，玄妖之力皆会被削弱，就是再厉害的宗师来这儿也会变得与凡人无异。我想做龙主夫人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让那玲珑赶紧把你休了。
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妾身这旷世的容颜，哎呀，玲珑，你就是我的真爱呀！你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我吧！贼人若混过严先生的检查，我们必须有另外的方法逼他现身。龙主是想引蛇出洞吧？这殿内有通书的气息。那严先生没有抓住的贼人就是通书师。我发现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坏掉魂族的通书师。这个女人就是与我们青丘为敌，我们青丘再也不认你这个不讲是非的龙主了。这冷泉水源自于黑河源，至纯至净，也至寒至冷，哎呀，本来就是遏制这世间一切的力量，可他还要在水下强行的运用功法去加热这冷泉水，消耗那也是正常的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作多情，但是我发现你最近有把我们成婚假戏真做的苗头。如果是误会，那自然再好不过，如果不幸被我猜中的话，麻烦你克制一点。既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用名垂青史墨为你书写保婚书，万世永存。洒满了星空思念，我不曾怀疑爱的真谛已是你。我多幸运。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文中的字只有老夫能够翻译。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要你们俩成亲。一起练就一起练，但为什么非要成婚？必须成婚呐、啊！我主夫人没说必须成婚。是啊，好，我们成亲。你说这燕姑娘不是和白公子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会儿听着像是要嫁给龙主了？你个臭老头，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。你俩成亲就别叫我啊，我是不会去的。让开，让开。听这个动静，莫非你把整个龙骨都搬过来给燕姑娘了吗？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，对燕姑娘会不会不太尊重？她会喜欢的。这些都是赵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原是我负了你，我早该还你。那我借你一颗，等以后我再把真的那颗找给你。时光匆忙，幽冥符你必须拿到，我一定会让你好好活下去。散漫星空，天耀，这一路上你虽然三番两次的害了我，但是你也三番两次的救了我。站在我身后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